今年应该还没有啊。那个世界的局势稳定一点，全世界都和平，然后小孩出生就快快乐乐的这样。所以要等乌俄战争结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差不多，反正就全世界不要有战争的时候。九一洋葱花式惨摔，呼吸都痛。乌俄战争结束是结婚时间点。昨天的演唱会今天要唱30几首，真的吗？差不多。本土天团九一一暌违5年，4月15号将3度公蛋举办演唱会。7号的记者会上，他们透露过年时一起到日本滑雪，洋葱却被自己肘击了。因为他现在变瘦了，所以他去滑雪应该就滑得起来。我去2天。对，然后摔2次，往前摔嘛，然后我的手肘去撞到我的然后整个半个雪场都听得到，我还在内伤，到现在还是有点呼吸会痛。为什么你们一直要叫我去滑雪？我们没有叫你去滑雪啊，是你女朋友想滑雪。对啊，我就说好，到现在我在上面看就好，你要一定要叫我在上面，叫我滑下去。要吵架，改天再吵嘛。这下还会痛吗？就一点点啊。不要像如果翻身可能会就是一个角度会痛这样。所以你现在都靠女朋友帮你翻身。今早可以自己洗吗？可以啊，没有到残废啦。没有啊。有没有什么自己想梦想要实现的，在自己跳上台上滑雪之类的？哦，很难哦。秒杀要做出什么庆祝动作？有啊，带洋葱去滑雪啊。刚刚在台上讲到家庭。对，跟我讲一些谜底，就是可能是谁？找十组长得像九一的3个人这样。你们有认识如果长得像我们的话，可以介绍给我们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在面试。有想过说找素人上台，他们就站着，然后让观众以为他们是我们。我们可以点菜，可以许愿池。我们有希望了。虽然是有机会的，如果干嘛？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帮你问他。不用，是吗？我们不是马吉，我们是他的弟弟，他的长辈，赞成我们。今年应该还没有啊。那个世界的局势稳定一点，全世界都和平，然后小孩出生就快快乐乐的这样。所以要等乌俄战争结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差不多，反正就全世界不要有战争的时候。